伫明年就是台南四百，除了台南市每一冬拢会办理嘅月顶港灯节，台湾灯会也将办伫台南。为着要提升大溪北地区嘅观光发展，市议员蔡玉辉争取经费，将原本月顶港嘅灯区扩展到新营天鹅湖周边，希望会当吸引到人潮来增广，让溪北地区嘅灯节活动更加热闹。明年是台南建设四百年，台湾灯会也将办伫台南。为着让民众唔单是伫台南市区，才会当感受到元宵的气氛，议员蔡玉辉积极争取经费，希望旧台南县也会当共同来庆祝台南四百。台南四百，全部经费包括顶中央十一个啦吼。那事实上，分配伫原属的台南县的真的少之又少，大概容易畜牧的特产地瓜两千几万地瓜很少了吼。那我们感觉上不满意。在专案报告当中就提出，为什么沿线的台南县分配台南四百经费这么少？那既然是庆祝台南四百，为什么我们这边都没有任何的配置了哈？每一年元宵节，台南市拢会举办月顶港灯节，此次透过市议员争取了后，每年将扩展到新营天鹅湖周边，和溪北地区的灯节活动更加热烈。这个月顶港灯节。叫天鹅湖灯节是做伙吼，就是讲同时间展出，用感觉我们共享其乐啦吼，唔是干啦，台南市平做老底，原属的台南县新营区，我冇争取到天鹅湖这个活动啦吼。每年台南的灯会相关活动，月顶港灯节为首先展出，新营天鹅湖灯区也共登记进行，邀请民众作为前往大溪北地区欣赏美丽的灯会活动。记者沈梦颖、郭博义，新营区采访报道。